其实也可以去游泳哎，我啦，我是说我现在退潮哎，退潮也可以游呗。因为其实昨天晚上他们说已经很危险，想叫你们上来，跟你们都不上来，就是越玩越危险了已经，然后你们都一直不回来。那这边就不合理啊，因为你下午根本游不了 ，OK？ 你是蝴蝶的事也不合理啊。对啊，你的整个穿着我都剩一头雾水。为什么？你卖咸酥鸡那天那个，卖咸酥鸡那个，我承认是，那个是不合理。当时没想那么多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的那个不是都常发微视，然后都其实都蛮好笑的。可是我们的粉丝人数都不见增长，所以我想说我们在微博上推动一下，叫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视。你可以发，比如说有一张我们四个人的照片之类的。对啊，好啊好啊，对。好难照到四个，你手跟黑人比确实短。哎，太久没发，忘了怎么发哎。才不是这样哦，对，你看你有多唧唧欲嘤嘤啊！我也超久没发微博了，好不好？你觉得你这样子直接，然后拧一下，然后这样子就有了，是不是？他要 pace 给你，不用啊，我直接你看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你那个科技太高了吧？炫，他觉得。从你的手机按一下拷贝之后，他再点他自己的手机，那个东西就会被拷贝。拷贝，我觉得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。帮你，但还不到时候，科技会越来越进步。因为我自己的手机我都用这招，虽然只限于自己的手机。是啊，哎呀。还是你的手，你的小手指是小精灵，可以拷贝任何的东西。怎么不早跟我说？怎么不早跟我说？你这个想法很好，也许会得一个什么科技奖之类的。我到现在才知道这件事。还理所当然说不用就把它粘制过来，对对对，慢慢粘。你以为真的就粘过来了？对对对，在哪？这个哦，哎，可是那个八七六五四，看谁啊？这里。哦。哎，可是怎么好像是糊糊的？为什么呢？就请吴姐帮我们拍就好了。六五四三，你在唱歌、啊、很好，你们看好不好？很好，这个光婷婷，你那个没有发出去哎。Good 啊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你最后一个是。好了，因为明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明天早上10点我们会有一班船来接大家离开这个岛，那我们就撤离了。山，你可不可以把它收起来啊？嗯，你先帮我跟他拍张照好了。我什么时候有说过你要的是什么？卫生纸跟毛巾，不是我忘记我什么时候讲过这个耶。有一次最早访问的时候，然后我只需要这两样东西。他说如果流落荒岛的话只能带三样东西，你会带什么？对，有这一题。但你是原文书哎、啊、所以他们就是在整我们啊，整我们啊。你的是什么？钱跟拔眉夹。
你的比我这个，你到荒岛上你带钱干嘛？带钱跟把妹在干嘛？不是因为我自己会有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还给我。不是说全面撤离吗？没有 ，That's it， 哎 ，That's it。你可不可以拿出你的专业度来？我就是想问，我先帮你们躺躺看舒不舒服、啊。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就行了。好热好热，好像装了地暖一样哎。好热哦，真的好热哦。姐妹们，跟你讲一个坏消息。什么？这个帐篷根本好热好热，好像藏在一个煎炉上面。那我们也可以睡这里啊，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睡帐篷啊。哎，也是啊，我们也可以把那个睡袋拿出来随便睡，不是更舒服？我可以睡在那个地板那个有垫子那儿，我去躺躺看啊、哦。哎，这里很好睡哎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睡那边好了。哎，对耶，我也很粉红吗？我这个人，你小时候不是最爱粉红色，然后你妹最爱浅蓝色。我小时候最爱的是黄色，黄色吗？但我长大之后最喜欢颜色是 any 任何一个色，任何色。有一次，有一次我小学毕业郊游的时候，在游览车上，大家要我雕牌，我说我只会玩钓鱼，他们说什么叫钓鱼啊？我说就是都翻过去，然后再打开看一样的，他们就说听不懂，你教我们玩，然后我就把牌一个一个铺，都没地方可以铺了，就有的铺在手把上，有的铺在人家腿上，然后大家就被铺，然后一刹车牌就咻飞出去，他们就说什么烂游戏不玩了。